Hello，我是 Kai， 欢迎回来 Minecraft 林中生活重生。那今天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个地下改成仓库，这样吧。你可以看到我已经将一部分弄清了，现在就有一些空间了，大概是这样吧。做太大我也觉得不太好，现在的话我觉得是可能就是改一改这里这些砖块，将它弄成普通这些 copper 的样子，又或者是其他颜色啦，看怎样先。首先我先将这些拿掉，然后再补回咯。来吧，当我现在去认真的看这些矿物的时候，发现好像有就是好多不同类型，然后呢，这个叫 Basalt Cobblestone 啦，右下角有写了，这个也叫 Basalt， 是不是我打下来它就会换成另外一种呢？现在我看一看，的确是打下来就换掉吧，连那种它的外观都会换掉，所以你看。这个墙壁我可能要花点时间去弄成一只，又或者是就是有点 pattern 了。像这个你看白色这个是 marble 来的， marble 叫什么了、啊、白什么顽石云石是吗？搭塞又另外一种， greywack 又另外一种，所以就是很多种啊。你看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我手头上的一些矿物。第一个是达塞啊，这个达塞是最常遇到的 cobblestone 了啦。第二种是 basalt， 也就是黑黑这样的，它也是 cobblestone， 不过比较暗。其他这种 diorite， 还有 granite、marble。还有什么呢 ？Greywack， 我觉得，表面来讲，这个像泥一样咯，这个就好像沙子这样。最漂亮好像是 Greywack， 这个 Greywack， 我觉得我可以放在地面看一看的，每一样。第一个这个是 Darkseid 咯 ，Darkseid 它也很白。第二个就你看，这个好像泥一样 ，diorite 吗？是吗？啊 ，granite， 这个是 diorite，dacite 啊 ，dacite 就好像那种石砖呐、啊。这个泥错了，不是，我不是要收这个。basalt 更黑，它的样子更黑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？我们还有这两样。Marble 其实是一样哦，是啊，他们的样子是一样，而且是同一个模组 ，underground biome 地下的那种生态。最后这个，哎，是吗？我要放这个，哪一个啊？这个，最后是这个啦。看来是 Marble 最好看了、哦。Marble 你看，就是它的。这个外表是最平滑，可是我不知道我足不足够了，要看了先了。如果这个不足够，我就可能要用这个吧。已经将这一面换成全部 marble 了，是不是很好看嘞？哼，以我现在的数量，我猜测是足够了，有60多帧，接近80多，相信是可以将四面墙都换成这个矿物的。在这个深处还是可以看到有这个 marble， 所以我就收一收了。哦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原来有个深洞啊！人鬼潮哎，顶啊肺！哈，这好像很深一下哎。哦，是不是很接近啊？这个是我预料之外的事。真的有装备欸，那边顶啊飞，我看这里要怎样？如果有射箭手，很危险哦。
哇，下面不是什么地带？哦，点一点火看，点一点火，怎样呢？我觉得可以，接下来可以现在去探索探索一下，不过先来完成这个东西先。哇，没想到，就是家这里附近也是一个这样恐怖的地带，这样神秘嘛。有些奇奇怪怪的声音，到底是本来 Minecraft 的嘞，还是这个模组的关系？因为我看别人的影片啊，他们去挖东西，好像也是有这样的音乐。下一步将地面都换成，也是同一个这个 Mapper 吧？来啊！哈哈，我的 Mapper 真是不够了，你看我换到一半。还有差整两三排这样，现在想想要怎样去拿？要这里挖下去耶，还是我要去外面看一看？可能到外面看一看先吧。出来这里透透气，哼哼，你看这个海，其实这边还是会有啦，只是它是很 random 啦，就是随机式了，要自己去看。这里的矿物的确是没有说，就是一大片给你去采集了，要慢慢去挖。哇，两只，顶他的肺哦！这么这样多了，要怎样打死他？哇，很多哎，这怎么这样多了？没有，哇，shit！没有那个剑了，剑了，没有做到剑，给他废了，这样的这小小只的东西了，突然之间，终于完成这个壮举，哈哈，好的，下一步我就是要移这些 chest 过去吧，因为这里一排过。会比较好，里面东西太多了，要一次过拿完出来。刚刚学到一个新东西，也就是我从这个快剑呢、快剪介看到的这个，就是什么 Space 点击，一次过将所有东西移进去吧。这样啊，Space 点击，哇，现在我试不到了啊！可以，果然是这样。Space 点击确实是可以放两层啊，所以如果我要省位，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？就是两层两层也不错啊，是不是要有墙壁才可以将它就是粘在一起的？是哦，这样的话一定要这样才可以了。Scarlet Trumpet，拿来做红色的东西，这样有没有机会找到绿色的？这软料其实是可以做些什么呢？带呀，还是我们可以换成另外一种颜色。完成了，就是这样了。多少个呢？8个箱子。接下来我是要垒一个，就是我看到别人做，就是他在这里是可以放一个标记这样，我要试看了，我忘了要如何。原来这个东西是 Minecraft 本身就有的，其实我真的是不知道。哈哈，item frame，OK，我先做做，皮不够哦，会不会太浪费了？现在用皮。希望之后会达到有更多了。
我来尝试看啊。哎，不能吗？其实要怎样放？怎样放的？墙壁放到哦。我要怎样放到去这个的那个这个旁边呢？哦，按着 Shift 啊，我按着 Shift 才可以放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个的话，我比如说我要放木啦，这个啊就是这样了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拿下来。第二个可能是砖吧，先暂时随便标记一下。我不懂有没有更好的东西来做这个分类了。将 cobblestone 全部放进去吧。cobblestone，上面其实还有的，就是你这个，这个我不懂好不好嘞？如果以这个来做，以这个瓦巴。880，880可以。其实我怎样抢的呢？我都忘记。拿完出来先，有很多应该里面。还有多少？啊，可以拿完吧，可以。全部放下来吧。如果这个不好用，还是位置不够，可能我另外一排在做那种抽屉啊，drawer 啦。这个 drawer 也不错的，其实将同样的东西放进去是要 Control Shift 啊，OK，哈哈，就是这样，学多一样方法放进去。我大致上将东西都分类了，前面这里都是木块的东西咯，然后这个是 cobblestone，刚才讲过了，这里是其他那些矿物。然后到泥土，泥土了，这里就是那个煤炭了，我暂时放着。然后这里是比较杂的东西。最后这里最后一格我是放这些竹了，然后就是那农作物。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放这里，一排过，它确实是好像可以做到。别人这样啊，就是好像一个厨这样啊。如果我直直这样做一排过去，是可以的，是不是有收成了？刚才其实是有啊，mature 有一些了，不过它没有很同步了，我觉得就没有说一起全部都会有。刚才我也是不小心弄到一个不见了，然后我又重新种过，是哪里啊？好像是。黄梨呀、啊，不过它好像有事，那个水势也是要等等这样。mature mature，我已经慢慢的在收到一些东西了，现在就是，可是也是要一直收集先了。暂时来讲，这个山洞，我觉得这里可以挖过去，因为接下来。想看看那边会是什么东西，也就是刚才我们发现那个山洞，相信这里挖，直挖过去是可以通到了，多长我不知，我挖错了，这里是外面来的，看来不对，哼，挖了一个这样长的路，原来通不到。是哪一边呢？这样的话，我又要往原本那边上。为何下面这样亮呢？代表什么呢？那边是我挖的吗？这里我要怎样下去？很鬼恐怖啊！还是我这里吗？我试试看这边了啊。声音越来越接近。到底有多远？真的是啊，哪一点了？有吗？
哈哈，真的是看到这个，他应该不是什么村民吧？我觉得这个可以打，应该。哈，他已经跌下去，是吗？其实这里有 creeper 了，我看到好像，只是不知道他们怎样站呢。 下面有那个岩浆，这里的话，我要怎样下去？我觉得下去，除非我一直挖下去吧。走这些很危险的，走这些悬崖下，打不到他吗？有这样的吗？这怎么会没有效果的？就来，看一下他给我杀，不会吗？ 这样强吗？这个，这样厉害吗？这个，啊，现在还拔到，刚才应该是卡住还是错什么？哦，有东西，嚯，这是什么库？哦，防火的吗？我终于有东西穿，哈哈，嚯，好硬啊！让我的门换一换位置，哦呀。 哦呀，直直进来，就这样吧，今天就先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，欢迎你按个 like、subscribe， 我接下来可能是去那个下面探索吧，如果不要做一些建造的东西的话。好的，拜拜各位。